三大一教卡真的是越玩越好玩了，对吧？哦，反正三大一教卡呢，正面就一定是个开关，哦，一定是个开关，只负责开跟关，哦，对啊，然后后面就是切换音效跟那个光效模式，光线对置啦，然后反射雷射啦，哦。然后切换音效，这是十字键的飞稳态，这黑刀，然后是绝地，好，然后西施，然后变回钢弹，这是特制的短剑刃啊，飞魔用的，然后这个是黑刀上的钢弹剑柄，对啊，之前我帮大家团购。有烤漆的跟不锈，有烤漆的跟那个亮面的两种，这种剑柄真的很棒，而且 CP 值又高，对啊。好，来看 demo 模式，就是给不孝子专用的。老灯管，细的细的，不过这边可能看不太出来，因为这边太亮了。对啊，低亮度是把亮度调低，但是它闪的频率很快。但是我们肉眼看起来是变暗，但是相机拍起来会有点就是变闪烁。稳定就是一直输出啦，所以完全不会闪，也是最亮的时候。呼吸，那就呼吸电路啦。流动包，因为太亮看不太出来。对啊，要墙壁才看得出来。这样可能看不太出来哈，对啊，我只想把流动调快一点，应该更有 feel。好啦，反正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剑柄装上三单音效卡，请大家期待喽。